跟我去基隆啊，回来的时候七堵带币的时候在那边吃我的棒棒，不过都到现在了，应该是已经没事了啦，那行车记录器也洗掉了。一旁女子不是老婆也不是女友，是出轨小三，这是先前才遭爆出的台铁公司驾驶员与列车长大搞婚外情，台铁风波不断，如今又出包，一名台铁财务科长长期在网络公开散布自行拍摄的不雅影片，让受害者的样貌或身体全都公诸于世，故意不上锁，不论成年未成年都能观看，还用化名账号炫耀特殊嗜好。我们工会当然是要强力谴责散布这些不雅影片的制造这个性骚扰或者是性霸凌的这个台铁员工。爆料者指出，台铁公司至今迟迟没有严格彻查这名科长是否在上班时间剪辑发布影片，且在警方找上门后，6月25号才上锁账号，将性暴力等性有关的行为没有加以封锁，放在公开的平台网站上面呢，会构成刑法上面第235条散布猥亵物品罪，最重可以处有期徒刑2年。台铁公司回应表示已经主动了解，并协助配合警方调查以厘清案情。记者朱君毅台北报道。我是王一仲，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